们上一集就讲到，乾隆皇帝呢对英国使团一行啊产生警惕了，在下这个谕旨，就命令他们在9月3号必须你给我走人，离开北京。英国使团呢离开北京这一天，和珅和大人挺礼貌，亲自送行，就把这个马嘎尔尼这一行英国使团的人吧打发走了。与此同时呢，还交给了马嘎尔尼呢一封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谕旨。马嘎尔尼当时是迫不及待，马上打开这份谕旨，仔细阅读啊其中的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读完之后大失所望。前面我们那不讲过吗，马嘎尔尼曾经以奏章的方式向乾隆皇帝提出6项要求。在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这份谕旨里面呢，就把马嘎尔尼提出那6项要求啊全部断然拒绝。而且呢，乾隆皇帝还特意加了一条禁止事项。什么呢？严格禁止英国人在中国传教。由此就可以想见，马嘎尔尼这次他们来中国的外交使命，结果就是以完全的失败告终。如果我们仔细看乾隆皇帝给英国使团、给英国国王的谕旨呢，实际上当中的内容啊，绝对是义正辞严，含有一定的道理。乾隆皇帝谕旨怎么说呢？致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租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一管供给，行止出入，具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辩之力，岂能因而国王一人之情，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天朝福有四海，为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而国王此次赖尽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欲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披，万国来往，种种贵重之物，梯行毕集，无所不有。而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与天朝体制技术不合，而与尔国亦疏绝无益。乾隆58年12月初6这一天，也就是公元1794年的1月10号这一天呢，失望至极的马嘎尔尼使团这一行人就开始回国了。他们在大海上呢航行了8个月的时间，最后回到英国，结束了这次长达2年的远东之旅。对于英国人来讲呢，中英之间的贸易啊确实太重要了，他们呢还是想和中国啊和大清保持平稳的贸易关系，有机会呢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扩大对华贸易。所以22年之后呢，英国又有一个使团，就是阿美士德使团呢再次出使中国。而当时清朝的皇帝呢已经不是这个乾隆了，是他儿子嘉庆。这个使团当中呢还有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谁呀？就是当年马嘎尔尼使团当中年仅12岁的那小斯当东。斯当东呢在这个时候已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了，这次他也是以外交使团成员这样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最终呢正是由这个小斯当东的撺掇，那个主要的那个使团成员，就那个全权特使阿美士德，他就坚决拒绝向清朝皇帝下跪。这样一来，英国这个使团啊连这个见到大清这个嘉靖皇帝的面都没有了，因此就更没机会和这个清朝的官员谈条件了。而这次英国使团呢向中国来，他们预先准备的条件还真不多，只有2条。第一，希望大清能够允许英国政府呢派出使节常驻北京，设立使馆。第二，就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多开放1-2个通商口岸，给英国商人呢多一点做生意的地方。但是呢，这次来阿美士德使团就是因为拒绝向那个大皇帝叩头，向嘉庆皇帝磕头，所以呢，他们这次来连皇帝的面根本就没见到。也可以想见，阿美士德使团这帮人呢是非常失望和沮丧的。但这些人呢也是贼心不死，
他们在这个回城的途中吧，在中国的大地上仔仔细细地测量了中国沿海还有沿江地区的水文状况、地理状况，然后呢绘成详细的地理水文地图。这些资料后来英国军队鸦片战争中进攻中国嘛，等于就为他们进攻长江沿岸的城市呢提供了非常准确的军事情报。英国这个使臣阿美士德在回国途中经过那个大西洋的一个岛，这个岛挺有名的，圣赫勒拿岛。当时谁在那里呢？就被流放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在那儿被软禁着。他当时啊就见这个法国皇帝，就对他说，你看我刚刚去过中国，那里看似好像是一片太平盛世，实际上都是摆出来的花架子。大清呢看似是东方的头号强国，实际上是积贫积弱之邦。拿破仑呢这个人作为真正的国际大腕，当时就完全不同意这个英国使臣的观点。他就讲了两句非常经典的话。拿破仑的第一句话呢，我们耳熟能详，中国并不软弱，他不过是啊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中国一旦被唤醒，世界将为之震动。这个话是真的，不像现在有些人说拿破仑没说过这句话，真说过这句话。拿破仑的第二句话呢也是一种非常准确的预言，不但中国会崛起，其他国家比如美国也会在这个世纪的中叶或下个世纪某个时间忽然崛起。你们英国啊就一味靠海上霸权称雄世界，这样的霸权最后也会没落。根据记载，就是第一批英国使团，就马盖尔尼，他回国之后呢也是心怀幸幸。他在自己的日记当中啊以那种诅咒的语气就这样写，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他之所以在过去150年中没有沉没，仅仅呢是由一帮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他胜过临船的地方只在他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近年以来的史学界，就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所谓的专家吧，似乎他们的见识呢和1842年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这个人的观点挺近似的。亚当斯呢就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真正原因不是鸦片，而就是因为英国使团受到磕头的这种强迫磕头的侮辱之后他们的报复。所以不少中外学者呢他们的观点都类似，跟那美国这个第六任总统差不多。这些人呢都认为就是因为当年乾隆帝非常短视啊，最终呢造成了这个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迫五口通商，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所以他们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乾隆帝、嘉庆帝这两位大清帝王就是因为一个十分可笑的礼仪问题，你看错失了两次将中国纳入全球化近现代化进程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契机，他们失去契机了。由此一来呢就使得中国在当时紧紧闭上了看世界的双眼，而且呢中国还和当时正处于雏形状态的 WTO 也失之交臂了等等等等吧。而特别让我本人感到不愉快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坚持大清措施这个融入国际社会机会的这些学者呢往往还煞有介事动不动呢就提那个这个小斯当东。小斯当东就是当年马嘎尔尼使团当中的就是那个小孩，那副使斯当东的儿子。那么在马嘎尔尼这个使团回国之后，就48年以后吧，当年就这条小洋狗大皇帝还赐给他一个盒盒包了嘛，就这小斯当东，他在英国议会表决嘛，对华战争决议，当时英国有两派嘛，有的同意打，有的同意不打，他当时就是作为主战派最强硬的人，他发言了。他说出什么这句话呢？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你看我们现在有几个中国的学者一说起这小斯当东的话来，面上发光，就好像中国那阵就爱挨打。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专家，包括国外的那些学者包括什么美国总统吧，第六任总统这些人，他们的说法到底正不正确呢？
我给大家啊，咱们结合一下啊各种各样的观点，咱们客观仔细分析一下。当然了，我们看种种记述吧，中外历史学家呢，在这些人当中也有替乾隆皇帝做辩解的，比如说美国的东亚史专家，有个叫欧立德的，他就认为呢，乾隆皇帝在当时啊，不仅熟悉西方地理，同时他本人也清楚啊，欧洲这些法国、俄国两国他们内部的情况，所以呢，乾隆皇帝是故意冷落英国使团。而当时的清朝呢，本来就是和平富有的国家，乾隆皇帝呢年纪已高，他当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没有特别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西方。除此之外，英国牛津大学有个博士叫沈爱帝的，啊，这个人啊，这当然沈爱帝是他的中文的译名了。这个沈爱帝博士他就认为，乾隆当时已经真切意识到英国对清朝的威胁，就认为大清的军事防御呢已经是迫在眉睫要准备了，因此呢，他就在外交礼仪上啊斤斤计较，实际上是故意找理由，就是回绝英国使者他的各种提出的各种的啊那种要求，希望对方赶紧走。乾隆当时的出发点呢，还真不是盲目自大，就是对他们有所警惕。当然了，沈爱帝的这种说法呢，也是故意夸大了乾隆皇帝的眼界。但这个沈爱帝啊，这个博士对这个历史研究确实是挺细腻的，他呢中文特别好，咱们中国1996年出版过一本书《英史马嘎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他仔仔细细地研读了一遍，其中好多材料都是古汉语啊。他研究了600份当时清朝军机处、宫中档案、内阁内务府的文件，研究这些东西之后呢，他才得出了上述的结论。所以说，沈爱帝的说法不是凭空的这个瞎说、瞎推测，而分析一个历史事件呢，你肯定离不开这当时的那人的认识和当时的这个历史和国际的背景。我觉得在马嘎尔尼事件之后呢，还是拿破仑皇帝对待这件事情呢，他的出发点是比较公允的，而且呢，拿破仑讲出来那大道理，一庄一谐，还特别好玩，特别有远见，特别中肯。拿破仑怎么说呢？拿破仑的原话啊，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马嘎尔尼与阿美士德提出让诸国国君答应，如果派使节去英国也要磕头，中国人拒绝的对。一位中国的使节到伦敦，应该向国王施英国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你们使节的要求呢，完全是荒谬的，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派遣他们的当局的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自己地位平等的人。被派到土耳其的勋爵，在受这个苏丹召见时，难道可以不穿土耳其要求的皮里长袍吗？觐见中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吗？其实呢，美国有一位历史学者叫马世嘉的，他写过一本著作，这本著作的这个书名叫什么呢？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在这本书中呢，他就提到一件事儿，就是这个马嘎尔尼到访中国的同时呢，清朝逮捕了一个库尔喀间谍。清政府从这个间谍那嘴里就了解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啊获得了印度孟加拉邦的统治权。由此呢，这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就意识到，英国在喜马拉雅山之外，在那边对中国已经造成威胁了。所以英国使团离开北京之后呢，乾隆皇帝马上命令他手下人那些官员查问一下啊刚刚觐见的这个英国使团，他所在的国家英吉利是否就是披楞部落。而根据清朝当时汇编的情报显示呢，这次来进贡的英吉利人，他们的样貌服饰和被印度人称为披楞的这个嘎里嘎达非常相似，因此呢，乾隆皇帝就揣测啊，这嘎里嘎达很可能就是英吉利。实际上呢，印度人口中的嘎里嘎达就是现在的印度城市加尔各答，所以乾隆帝当时呢
就把属于英国殖民地印度的那样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加尔各答，就当成了英吉利了。而这种误判呢，也导致了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啊，就一直持有怀疑的态度，就赶紧命令他们走人，觉得这帮人啊来者不善。马嘎尔尼当时他们这个使团啊，到访中国真实的目的呢，主要是因为当时中英贸易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英国呢，在1757年这个成功殖民印度之后，就时刻不忘图谋中国。这些人当时也是水陆并进啊，就是希望能够从东南沿海口岸或者西南边疆啊，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就在1792年马嘎尔尼访华的时候呢，东印度公司还在这个中尼战争中啊，这个持犹豫态度。当时他们就想派出军队啊，援助那尼泊尔。尼泊尔在清朝就是当时的库尔喀了，而清朝大清帝国在当时过于强大了。东印度公司这些英国人就考虑到，你看，如果我们派兵啊出援这个尼泊尔，出援这库尔喀呢，就肯定会得罪清廷，从而呢就会进一步导致马嘎尔尼这次出使失败。他们怕这个中国啊，清朝的朝廷啊知道这个他们英国人之间这种联系。几经权衡，东印度公司这些英国人呢，才没敢出兵这库尔喀。由此可见呢，乾隆皇帝当时拒绝马嘎尔尼使团提出的这些要求呢，也不能一昧的就归结于清帝啊清廷啊，他们一直以来啊就是这个高傲自大啊，就是闭关锁国。英国殖民者啊，包括在印度东印度公司的那些人，他们对中国的这种长期的觊觎啊，清朝啊这些官员包括乾隆帝啊，不可能一无所知，也是有所耳闻的。我们要知道，在16世纪、17世纪的欧洲，包括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什么莱布尼兹啊、伏尔泰啊这些人，他们都普遍认为呢，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人民生活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富裕国家，在他们的书中呢，都把中国理想化了。而且呢，这些哲学家他们都认为，欧洲就可以把大清，可以把中国呢，当做一个可以参照的这种理想社会的模式，以这样的这种方式呢来看待中国。自从这个马嘎尔尼事件之后呢，英国的舆论和普遍认知对中国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先前他们眼中无比英明的乾隆大皇帝呢，他也从世界灯塔和时代的荣耀变成什么呢？变成灵魂自由的欧洲人坚决抵制的对象。于是呢，这些英国人欧洲人就纷纷谴责中国自高自大，就谴责了大清不和英国平等这个相处啊，进行这个和平贸易。由此一来呢，也给日后的英国武力侵略中国这种炮舰政策留下借口，更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啊和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啊，包括那火烧圆明园啊，给这些历史事件等于埋下了伏笔。历史事实证明，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啊，他们就是要侵略中国，就是要贩卖鸦片。所以他们就是要强调乾隆皇帝啊，包括他的这个大清帝国就是自大愚昧，大清对别国就是不平等，以此呢来为他们日后这个引发这个鸦片战争自圆其说。从马嘎尔尼访华到后来的鸦片战争，从这些历史事件当中呢，实际上我们也会得到启发的。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应该就是这样六个字。哪六个字呢？落后就要挨打。慈禧老佛爷呢，竟然还有道号。慈禧活着的时候，尤其是她掌权的时候呢，啊，一般的这个外廷都把她称之为老佛爷。由此呢，就可想而知，她肯定是十分信佛的。特别是孙殿英把她慈禧那个陵墓不给挖了吗？给刨了吗？当时就发现她尸体上盖的被子都是陀罗尼经被。陀罗尼经被呢，是清朝皇家专用的佛教用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在这床经被上，实际上还绣了9枚道教的图章，其中呢还绣着这个广仁子这样一个道号。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呢有一个太监叫信修明的，他这个晚年写过一本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当中呢就披露，广仁子就是慈禧太后啊受天仙戒之后的道号。当年慈禧入宫，她的母亲去世，
需要找一个寺庙来停灵，而那个时候呢，慈禧她的丈夫咸丰还活着，他还不是像后来这么这个独揽大权，于是呢，他就派出太监，有个叫刘承印的，到北京贤良寺那些佛寺去巡访，结果呢，那些寺院的住持啊，那些僧人啊，都挺势利的，对这个刘太监呢爱答不理。慈禧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挺恼火的，后来那刘太监呢就转往这个北京的这个白云观，结果白云观的道士呢特别热情，马上答应啊，慈禧他妈那尸首可以在我们这儿停。从那儿之后，慈禧呢就和白云观、那些道士来往非常密切。再到后来，慈禧呢就派出总管太监李莲英为自己呢传了三坛大戒，慈禧呢作为功德主，等于就成为戒坛的天字号弟子，当时的道号就是广仁子。当然了，慈禧受的戒呢是天仙戒的方便戒，等于就不用啊专门跑去白云观，还在那个绿堂受戒，他在宫内就直接受戒了。慈禧对自己这个道号呢还特别重视，晚年的慈禧呢还喜欢照相，我们想一想啊，他在颐和园的游艇上拍摄那个照片当中，当时那慈禧啊实际上就玩这 cosplay，他当时穿那个衣服啊，就有点类似于道袍。说起清朝时期那个非常强大的和清朝几乎是并列的那个游牧帝国呢，准噶尔，我相信好多朋友啊都会联想到电视剧康熙王朝里面的那个噶尔丹，然后呢就能联想到当时被康熙称为心头大患的这个准噶尔汗国。真实历史当中呢，在这个清朝准噶尔互相打大战的这个80年前呢，实际上准噶尔不过是天山北麓的一个中等的蒙古部落，即使是当时将他们所有能骑马上战场的那男丁集合起来呢，就在当时啊也凑够10000骑兵，那就是挺大规模的。恰恰呢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不起眼的部落，他在不到一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之内呢，就发展成为一个称霸这个亚洲和大清都能交战啊将近100年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游牧帝国。而他的大汗噶尔丹呢，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为什么能够逼得连康熙皇帝都要亲征才能打败他呢？接下来这将近20集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准噶尔帝国，包括这个噶尔丹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到清朝时期的蒙古部族呢，我们一般人的印象啊都知道四个字满蒙一家，似乎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呢，这个满洲八旗满洲应该就把所有的这个蒙古部族都平定了，我们心目中一般都是这个印象。而且呢日后满蒙相互提携，戮力同心，最终呢把明朝给灭了。因此蒙古这个草原民族啊，似乎在我们印象当中啊一直是清朝建国以来的吧，就大清帝国忠心耿耿的这个臣民和同盟者。真实历史当中啊，特别是清朝开国之后的蒙古问题啊，远非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这么简单。想当年元朝被朱元璋这个攻破了大都嘛，他手下的大将徐达这个明军攻破大都了，最后一位皇帝呢元顺帝率领残部人马逃入草原，逃回到草原。从那之后呢，元朝等于就成为北元了。日后呢，这北元又逐步分裂成三大部落，在中原的正北方向呢，以大漠为界，就分为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漠南蒙古呢，又称为内蒙古。
漠北蒙古呢又称为喀尔喀外蒙古，他们的统治者呢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那么远在隔壁以西的那支漠西蒙古呢又被称为鄂鲁特蒙古。鄂西蒙古这部蒙古部族啊，它的大部分这个头领吧并不是成吉思汗的正宗苗裔。元代之前呢，漠西蒙古，也就是说鄂鲁特蒙古吧，它属于什么呢？乌伊拉替族。原本呢这个部落是在这个叶尼塞河上游放牧的。叶尼塞河呢起源于今天的蒙古国，它朝北呢流向喀拉海，流域范围包含了西伯利亚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呢还是世界第五长河。这个部族呢后来被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率领手下人征服了，逐步呢他就跟蒙古宗室开始通婚。而后呢他们一度呢又受成吉思汗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统辖，当时被窝阔台呢封为四个卫拉特，这卫拉特又称鄂鲁特了，实际上就是部落的意思。当时这个四个部落是相互平等的，他们之间啊互相没有统辖权，就是都是平等的四个部族。当窝阔台继承成吉思汗的这个汗位之后呢，等于他就成为蒙古的第二任君王啊，第二任君主，也就是元史当中的所称的元太宗。由此之后，沃伊拉替人，也就是这个四个贝拉特的蒙古人呢，他们的地位就提高了，因为他从前是属于这个元太宗的这个手下嘛。而元太宗窝阔台的他的儿媳妇儿，也就是说元代第三位皇帝元定宗贵由的他的皇后呢叫海弥师，海弥师皇后本人他就出自沃伊拉替族，他呢等于就是那个部落推出来的美女。元定宗崩逝之后呢，这位海弥师皇后还曾经临朝称制达三年半之久啊，当时这个女人也了不得，统治着多半个欧洲，整个西亚，以及呢大半个中国啊，统治这么大的地区。明朝击灭元朝之后呢，明军曾经多次啊出击寻找蒙古余部，准备把他们完全消灭掉。而蒙古宗室北迁之后呢，啊几经变迁，到永乐初年，蒙古呢那阵已经分裂为鞑靼和瓦剌这两大部分。鞑靼和瓦剌呢，他们双方也一直在打，一直是鏖战不休。而所谓的瓦剌啊，正是日后啊清朝时期的鄂鲁特，也就是卫拉特。卫拉特也好，瓦剌也好，鄂鲁特也好，都是蒙古语的不同的转音。瓦剌部蒙古最辉煌的年代呢，肯定要属那也先当政时期。不过这个也先呢，他不是瓦剌的汗王，他当时以太师的身份操纵着北元第十三任君主脱脱不花。熟悉明史的观众都知道，我先前讲明史的时候也仔细讲过，土木堡一战，这位也先呢就指挥瓦剌铁骑消灭了明军五十多万，而且还把明英宗朱祁镇生擒活捉了。当时呢，如果不是民族英雄于谦在北京啊指挥军队坚守，我估计当时的明朝就会提前成为南明了。瓦剌人呢，或许啊就会这个啊拥着成吉思汗的后裔那脱脱不花啊重新啊进入北京啊重新当皇上。到明朝末期呢，那漠西的贝拉特，也就是鄂鲁特了。这个蒙古四大部落当中呢，最大的一部是和硕特部，他首领呢就姓博尔之金，因此呢就能见出他们是纯正的黄金家族的后裔，也就是谁呢？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儿，他的后裔掌管着这个和硕特部，所以呢和硕特部就成为四大卫拉特的这个盟主了。那么这个部落呢，他当时驻扎在乌鲁木齐一带，其次呢就是准噶尔部，他当时主要是住伊犁，还有呢杜尔伯特部，他住成化。这个准噶尔部呢还有杜尔伯特部呢，这两个部落的首领呢都姓戳罗斯，所以说这两个部落啊是有一个共同的元祖的。这个元祖是谁呢？就是元朝大臣伯翰。所以说这两个部落啊，他们的这个头领都是伯翰的后裔。第四个部落是谁呢？是图尔扈特部，他们当时住塔城。这个部落呢既不是这个元代皇族的这个后裔，他也不姓戳罗斯，他是谁呢？是元朝大臣翁汉的后裔。这个图尔扈特部啊，他当时在四个贝拉特部落当中呢，他势力是最弱的。而漠西的啊，这个鄂鲁特，也就是贝拉特四部啊，多年以来他一直这个拥护着这个博尔之金的这个和硕特部
啊，他们的这个酋长为盟主。后来呢，赫舍特部族因为人口越来越多，大部族群呢，他在游牧过程中呢，就往青海方向迁移，往西藏方向迁移。那么留在新疆那个小部分人马呢，势力呢越来越单薄，就慢慢争不过那准噶尔部了。趁此机会，当地的准噶尔部的首领啊，当时是叫和多和沁的，啊，这和多和沁呢，有时在史书当中也被称为巴图尔浑台吉。这个浑这个字儿啊，在《爱辉条约》的爱辉俩字儿，它念辉。他如果当做一个这个蒙古部族的这个封号来讲呢，他就念浑，所以这个和多和沁呢也被称为巴图尔浑台吉。当时这个人挺有政治头脑的，就联合和他自己同宗同姓的杜尔伯特部，最终呢他变成盟主了。由此呢，他就逐渐以这个鄂鲁特汗王自居了，就等于他把这个四部统一了，而且呢还把四部当中那图尔扈特部族挤到这个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去放牧了。同时呢，他把一个也姓绰罗斯的小部落，当时是辉特部，提升为大部落，等于又重新凑成了鄂鲁特四部。明朝末年，这位和多和沁啊，这个大汗吧，他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呢，他有11个儿子，其中呢，他第6个儿子叫森格，第7个儿子叫噶尔丹，第8个儿子叫布木，这3个人呢，都是一母所生。和多和沁临死呢，他就把汗位传给了他第6子，就是叫森格的。没多久呢，和多和沁的长子车臣啊，忽然暴起，就把他六弟森格给杀掉了，他自己就当了大汗了。这个人呢，啊，就是所谓的车臣汗了。这消息一传出来之后呢，远在西藏，啊，当时正追随五世达赖的，正在学习宗教的那个和多和沁的第7个儿子噶尔丹，听说这个消息。他这一听啊，把我六哥杀了，他们一奶同胞啊，所以就报仇心切，很快的就率领了一批人马悄悄潜回到义犁，又把他那大哥车臣汗啊偷袭，把这个人给杀掉了。噶尔丹杀掉车臣汗之后呢，按理说他应该把汗位啊给他那侄子，也就是他六哥森格的长子，就策拉旺阿布坦，应该把这个汗位给他。没有，噶尔丹他自己就继承汗位了，所以呢，他就成为鄂鲁特部的啊第4代大汗了。噶尔丹这个人啊，等于他出生之后就被认定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啊第3世温萨活佛，就罗卜藏丹金扎木措他的转世。由此呢，他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啊，他的地位就非常显赫。在清朝的顺治9年呢，也就公元1652年，噶尔丹当时9岁。他当时就以温萨活佛的名义呢，向清帝国啊派遣出使团。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从童年时代起，这噶尔丹他在威拉特他们这个蒙古这个政教事务当中啊，他的地位就很高，而且呢，他在这宗教事务当中啊，他的地位就更高。噶尔丹他13岁入藏地，当时就投在达赖和班禅这两个人门下学经，达赖和班禅呢还特别赏识他。根据这个梁奋，他有一本书叫《秦边纪略》，这本书中就记载，达赖喇嘛之徒遍西域，而特重噶尔丹，这噶尔丹就是噶尔丹了，所与密，随大宝法王、二宝法王不得与闻。可以想见，达赖和班禅就特别看重当时这个噶尔丹，因此呢，就可以想见，这噶尔丹呢不仅会蒙古语，他还会藏语。当时西藏的格鲁派之所以这么看重噶尔丹呢，也是因为有利益在其中的。格鲁派的首脑就希望噶尔丹他日后啊能够在未来蒙古政治当中扩大他们黄教的影响。噶尔丹本人呢就想借助达赖喇嘛他在藏地和蒙地这种宗教身份的巨大的影响力，就想重新建立统一的蒙古帝国。由此呢，噶尔丹他从西藏返回到这个准噶尔部之后呢，他这阵身份挺尊贵的，他既是蒙古部族的这样的贵族啊，现在是汗王了，他同时有活佛的身份，而后呢，加上这个噶尔丹拥有过人的胆识，还有过人的毅力，就逐步啊把这个威拉特各部就完全统一了。而后呢，向南他要把这个回疆给兼并了，往西呢扩展到哈萨克，绝对是一路上攻无不克、战无不取，慢慢降服了1200多个城市。当然了，这个都是西域啊，什么南疆啊，那些小的城邦小国了。
逐渐他就成为能和清朝对峙的强大的啊游牧部落政权了。清朝入关之后呢，主要精力是放在中原地区，还有中国的南方，很少精力啊去大力经营西北地区。准噶尔呢，他所在的西北地区不仅仅和俄国接壤，还和印度、缅甸、尼泊尔、不丹、锡金呢啊这些国家都接壤，又和今天的什么青海、四川、云南这些省份呢又相连。因此，准噶尔政权他所在的地理位置，啊，绝对是清朝政府不能小觑的。那么清朝对于明朝原有地区的攻略呢，啊，只是用20年时间基本大功告成了。但对于准噶尔部族，啊，对于准噶尔啊这个大的部落地区的统一呢，竟然花了多长时间呢？经历了整整3代君主，用了将近1个世纪的时间，100年才得以完成。公元1644年，清政府呢入主北京了。从那个时候起呢，清朝等于就理所当然啊成为中央政权了。而当时青海西藏地区是以固始汗为首的这个鄂鲁特这些部落呢，很快他就向清朝啊这个奉表啊，表示服从大皇帝的统治。那么在顺治3年呢，就公元1646年，准噶尔首领啊巴图尔浑台吉，就我们刚前面所说的啊，他呢也派人开始入贡。这个时候的清朝呢，实际上他没有任何想实际管理准噶尔游牧地区的这种意图。准噶尔部你现在向我递表了，就说明你已臣服了。因此呢，清廷也就是给他们回赐所谓大皇帝书信吧，赠给他们好多金银财宝，双方这个时候皆大欢喜。在此之前呢，皇太极已经征服了漠南蒙古各部，而当时西藏的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他们也跟着那个和硕特蒙古部呢，都一起向清朝表示臣服了。而到康熙时期呢，漠南蒙古也归顺清朝了，漠北蒙古先前也已经臣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唯独这个漠西蒙古，他们和清朝的关系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疏远，双方之间的来往呢也不是很多，不是那么亲密。康熙皇帝亲政之后呢，你想他又治秦鳌拜，接下来又把吴三桂为首的三藩起事给平定了。在相当长时间内呢，康熙皇帝根本就没有时间就顾及到西北的噶尔丹的势力。后来呢，康熙皇帝得知这噶尔丹进攻青海的和硕特这个蒙古，康熙帝这个时候才越来越警醒，他当时就派出使者警告噶尔丹，就不要继续攻打和硕特蒙古。康熙皇帝呢还挺害怕这噶尔丹呢，他在这个青海和甘肃一带他的军事行动呢影响到刚刚平定的那个陕甘地区的局势。因此呢，清朝在当时啊也特别的小心啊，不敢特别激怒这个噶尔丹，只是充当一个什么呢，充当一个调停者的身份，就希望呢噶尔丹你和这个喀尔喀蒙古啊你们双方和好啊，不要再互相攻击了。而当时就在宿州，就是今天的甘肃酒泉了，他这个境内忽然涌入了不少这个蒙古部落，1万多落，他那个落就按帐算的，一个营站算一落吧，就等于几万人。这些蒙古人呢，他不是噶尔丹的他本人的这个部落，他是躲避噶尔丹战乱这些蒙古人。康熙皇帝不知情，以为这些呢被噶尔丹击败的和硕特蒙古人呢就是噶尔丹他本族的部落，所以呢就下令当地清朝的边将，你不要随意妄杀这些穷困来投的蒙古人，就不要看他们啊肤色比较奇怪啊，又不是漠南蒙古，又不是漠北蒙古，而是一些先前关系非常远的这些蒙古人，就不要随意袭杀他们。而当时清朝的大将张勇呢，本来啊他的镇所呢在兰州，这个时候康熙帝就指令他，张勇就说你把这个你这个坐镇的地方从兰州移到甘州，就移到甘肃张掖，加强防卫，而且要密切注视啊这些蒙古人的一举一动，防止这些人轻举妄动。不久呢，清廷又接到谍报，就说这噶尔丹啊将率领大军进攻青海。康熙帝呢听到这个消息就挺紧张的，严令边将啊去调查噶尔丹的出兵方向，在边境地区呢严兵守卫。而后呢，清政府就得报了，啊，据说当时啊，好多蒙古部落就往青海方向移动。清政府呢，当时就得到消息，就说当时好多蒙古部落都往青海方向啊移动，移动还很快。
因此呢，当时那个清朝的军队也好，皇帝也好，就认为这些人就是噶尔丹的这个部队。实际上啊，这些快速向青海方向移动的人呢，根本就不是噶尔丹他手下的部队。他是谁呢？还是被噶尔丹部落击败的和硕特部蒙古人。这些蒙古难民呢，仓皇的逃窜，致使当时这个清朝的间谍就以为这些残兵败将就是噶尔丹的这个大军。当时和后世呢，不少学者就为了夸饰康熙帝的所谓仁德啊，就赞扬他。你看，康熙皇帝出于仁政考虑呢，他当时啊下令不让这些清军呢对准噶尔部啊进行主动的攻击。实际上，当时的康熙帝他不是不攻击，而是当时不能攻击。为什么呢？就清廷啊正被吴三桂啊这三藩势力整得焦头烂额的，即使平灭了吴三桂之后啊。哎，当时清廷啊也是正在喘息，无论他当时的军力也好，国力也好，对这个在西北崛起的准噶尔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下一集呢，我们就讲对于日益逼近的准噶尔的这军事势力，康熙皇帝到底怎么对付呢？皇上竟然也扫地。道光皇帝呢，小的时候啊，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阵儿不是说特别爱读书。结果他的父亲呢，嘉庆皇帝就挺恼火的，于是呢就命令他去宫中啊西华门那一片去扫地，怕这孩子偷懒啊。嘉庆皇帝还专门派太监去监察他、监视他。我们要知道，皇宫当中呢，这些宦者啊分好多种，而负责扫地的那种，说句实话来讲，就属于那种低等太监干的活。因此呢，当时在皇宫当中打扫卫生，肯定是非常非常低等的工作。差不多呢，就跟那些发配到皇庄喂马杂草那个工作差不多。而当时身为皇子的道光皇帝呢，不仅要扫地，就连他吃的饭啊，也和那些太监们一样。嘉庆皇帝当时做这种事儿呢，应该就是为了还让自己的儿子体验一下底层的这种艰辛。而贵为皇子这个民宁呢，恰恰就是通过这个扫地这种工作呢，啊，体会到了人间的疾苦。所以说他继位当皇帝之后啊，就整天就是厉行节约。厉行节俭，我估计啊，就跟他小的时候这段经历还是有关联的。而当时扫地的十二岁的民宁呢，对这份工作呢还挺认真的。到后来民宁继位当了皇帝了，还经常会来到这个地方，和这一些老太监回忆自己小时候啊还那段时光。太监们知道皇帝经常来这个地方，就专门在那儿设了一个御座，以供这个道光皇帝啊有闲的时候来这里，就让他在那儿坐着。这些太监呢，还把这个道光皇帝当王子的时候扫地用的那些扫把呀、那些簸箕都找出来，然后涂上金色，放在大屋子里供着。毕竟呢，这些东西是皇帝爷从前用过的东西，绝对是御用的。接着上集呢，讲这个准噶尔部的汗王噶尔丹。在康熙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79年的秋天，噶尔丹呢忽然派出使臣到北京，对这个清廷啊号称是贡献方物。他主要是告知清廷什么呢？就是噶尔丹本人已经得到了五世达赖喇嘛他的册封了。五世达赖呢封他为博舍克图汗。噶尔丹的本意啊，并不是到北京来进贡的，就是来向什么呢？向清廷炫耀，哎，你看我噶尔丹和达赖喇嘛我们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按理说呢，当时西藏是清朝的藩属，五世达赖你册封噶尔丹，这事儿你应该提前向清廷报告。当时的清廷呢，正忙于三藩的战事，因此呢，对这事儿就没有刻意的去追究，只能默许达赖喇嘛对这噶尔丹呢啊这种册封，继续呢对这个准噶尔部落呢实行这种怀柔政策。而作为游牧民族的这准噶尔的汗王噶尔丹，他在持续的扩张当中呢，啊越来是兵强马壮，
他在这个统一了鄂鲁特蒙古那几部之后呢，他又出兵南疆，就将原本属于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合台汗国的这个广大的疆域呢，还又划入到他自己的势力范围，还把当时啊已经改信伊斯兰教的南疆首领啊那些人呢囚禁在他们的王城义犁，由此呢等于准噶尔人就控制了天山南北。天山南北有着丰富的资源，税收也多啊，这噶尔丹呢他的实力就越来越强。这个时候的康熙帝呢已经基本平定了三藩起事，而且呢在康熙21年，也就是公元1682年，康熙派出10个使团向大清的外藩那些驻部表示报捷，真实意图啊就是炫耀清廷的战功武功，安抚驻部。而在这外派的10个使团当中，有一个使团就专门派往准噶尔部。而后呢清朝又收复了台湾，一统四海啊，康熙帝这个时候就更加密切地注视东北方向俄国的一举一动，对于和这个俄国勾勾搭搭的准噶尔部族呢就更加警惕了，而且还下令限制这噶尔丹来京的使团人数，对准噶尔呢和清朝之间这个贸易也加以一定的限制。但总的方面来讲吧，当时康熙帝对准噶尔还是以安抚为主，不想和对方闹翻。而到了康熙26年，就公元1687年，噶尔丹呢就开始大举进攻卡尔喀布蒙古，率领30000精兵就杀向外蒙了。他当时啊是先帮助卡尔喀的这个扎萨克图汗击败了那个土谢图汗，随后呢他又把这个扎萨克图汗和车臣汗这兵马也都一勺烩了。这个车臣汗大伙记住了啊，跟这个噶尔丹他大哥那个车臣汗不是一个人。几战下来，这噶尔丹啊就把卡尔喀蒙古人杀的是死亡殆尽，大败之余呢残存的那数十万的卡尔喀布蒙古人就逃往漠南地区了。他们本来在漠北嘛，你想越过大漠逃往漠南地区，到这个时候呢清廷还挺为难的，如果收容这些卡尔喀部落吧，他就会得罪噶尔丹，而且呢还会给清朝的边境地区带来最大的压力。最后为了表示大清的仁义，清廷还是决定收领逃亡来归的这些卡尔喀蒙古人。这个时候噶尔丹就不依不饶啊，他当时就是以索要卡尔喀头领为这个名目吧，步步逼近清朝的边境地区。我们要知道安置这数十万卡尔喀蒙古人就给清廷当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先前呢清廷平定吴三桂为首的三藩起事花了多少银子，1亿到1亿5000万两白银，这个时候清朝国库已经非常空虚了，现在呢就得拨出大笔钱来这个安抚赏赐就来归的穷促来归的这个卡尔喀驻部。清廷呢确实这阵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意思，噶尔丹的军队呢对这个卡尔喀部蒙古的进击呢实际上也帮了沙皇俄国的大忙。本来呢你像卡尔喀蒙古那土谢图汗当时他正率领手下大军猛金入侵这个贝加尔湖地区的沙俄军队呢，正是由于噶尔丹率领大军来攻打他自己，就迫使当时的土谢图汗呢不得不调转刀口迎战准噶尔军队，这样一来呢就使得当时的俄军大喘了一口气。而后呢沙俄军队就趾高气扬啊，趁机就在贝加尔湖地区加紧了扩张和侵略。其实当时啊俄国在这个欧洲战事当中已经失利了，这俄军的实力本来是很弱，而在中俄有关边界的谈判这个当中呢，清朝一方呢也一直占有优势，恰恰呢就是害怕俄国和噶尔丹他们之间联盟对清朝不利，因此呢清朝在当时雅克萨战役当中啊实际上已经取胜了。就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清廷也不敢再保持先前那种强硬态度，就被迫对俄国呢就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最终呢双方确定啊以这个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东段部分的这种分界线。而当时面对噶尔丹这种咄咄逼人的这样的态势呢，清廷还是想当和事佬，就极力也想劝和，就劝这个准噶尔和那卡尔喀蒙古之间想劝他们就别打了，毕竟你们都属于这个蒙古人嘛。同时呢
为了力促这双方停火，清廷还劝谕五世达赖，就让他从中调停。噶尔丹方面呢，这个时候野心特别大，就不停地进击，根本就不停战。恰巧在这个时候呢，准噶尔部族它内部发生内讧了。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策妄阿拉布坦啊，他是这个噶尔丹的侄子，就是噶尔丹的六哥森格啊，这个汗王他的这个儿子。策妄阿拉布坦呢，就趁他叔叔噶尔丹东进之机啊，就开始政变，率领军马突袭噶尔丹的大本营科布多，把噶尔丹的老婆和他儿子，还有许多那个部民首领啊，都俘虏了。最终就迫使噶尔丹本人呢无法返回到准噶尔的故地，就无法回到漠西蒙古了。这个时候呢，老窝已经没了，噶尔丹呢他就只能率领他手下的人马向漠北和漠南蒙古地区呢不停地移动，不停地攻击。康熙29年上半年，就公元1690年了，噶尔丹当时还是以这个追索卡尔喀等三部仇人为借口，率领3万精骑兵啊开始南侵。他对外号称10万了，忍无可忍，康熙皇帝呢终于下定决心迎击准噶尔。他当时呢是派出两路兵马迎击噶尔丹，一路呢是由康熙皇帝的胞弟，就是恭亲王长宁，率领2万多人马呢出喜峰口，啊，沿着朝阳啊、临西一带呢就奔向那乌珠穆沁。这个呢就是清朝的右路军，左路军呢由康熙皇帝的堂兄裕亲王福全啊率领3万人马出古北口。准备沿着承德啊、乌兰布统啊、黄连岗这一线，也是奔往乌珠穆沁，就形成两路夹击噶尔丹的这个态势。康熙皇帝本人也是御驾亲征，他随左路大军呢，就是奔往战场。但在行军途中，康熙皇帝呢忽然染上病了，就当时是说的寒热症吧，哎，这个寒热症应该是疟疾，因此呢，他本人就不得不在这个波罗河屯啊，在那儿停下来了。波罗河屯呢，就是今天的隆化。在那儿养病，在此期间呢，那福全和康熙帝的太子胤禛两个人啊又打起来了，哎，互相的上奏章，互相弹劾对方。实际上，他们两个人想争夺那军权。康熙皇帝呢，这个时候就怕他清朝内部这种内讧啊，导致部队兵变，因此就马上命令左路军在这个屯儿埂一扎尔，就是今天的这个乌兰布统开发区红山军马场那个地方。就让这个左路军啊在那里扎营待命，由此一来，清朝那个右路军啊就变成孤军深入了。在康熙29年6月，清军呢和准噶尔军就在内蒙古的乌珠穆沁左翼有个叫乌尔会河的这个地方相遇了，发生了双方在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这个冲突，史称呢乌尔会河之战。乌尔会河，当时汉人呢管这个地方叫卢河。也就是今天的乌拉盖河，这乌尔会河呢，发源于大兴安岭这个西路的这个索月尔济山，向西南呢流经那个乌珠穆沁左旗，到了乌珠穆沁右旗呢这个境内，这克勒河附近呢，它这个河就没了，消失了。乌尔会河大战呢，是清朝和准噶尔之间呢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对后来的这个乌兰布统之战以及这个噶尔丹败亡吧，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如果看俄文史料，也就是康熙29年正月，就公元1690年呢，噶尔丹呢当时还专门派出一个使者啊，去到达那个伊尔库斯克。这个使者的名字呢叫达尔汗寨桑啊，是个噶尔丹手下的一个大臣，会见俄国的啊基斯梁斯基将军，还有那个科勒文特使，双方呢就想军事合作，就进行谈判。俄方接到这个请求之后呢，也挺重视，就派出了这个基比列夫。这个俄国使臣啊，亲自到达噶尔丹的大帐，和这个噶尔丹本人啊进行谈判。得知俄国和这个准噶尔之间开始联系，得知这个情报之后呢，康熙皇帝不敢怠慢，就派遣满洲贵族阿拉尼率领2万左右的八旗军啊，包括这个科尔沁十旗预备队，就挡住了噶尔丹的去路，以图呢一举荡平噶尔丹的军队。就省得他以后和俄国人再联系。清朝在积极备战的同时呢，还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外交攻势，试图打乱呢噶尔丹的行动计划，削弱他进攻的势头。同年4月，清朝就派遣使臣到噶尔丹的侄子啊策妄阿拉布坦那里呢，馈赠给他们大批的礼物。
试图联手这个策王阿拉布坦，就噶尔丹的侄子呢，来加工他叔叔。策王阿拉布坦为什么恨他叔叔呢？我们前面也讲过，本来他爹森格汗死之后呢，这噶尔丹应该把汗位让给他的，结果呢，噶尔丹把他大哥那车臣汗弄死之后，他自己当大汗了。康熙皇帝得知噶尔丹向俄国借兵这个消息呢，他就马上命令内大臣索额图召见在北京的那俄国使者吉里古里，啊，包括还另外一个人叫伊迪法尼奇的，就召见这两个俄国使者，就呼吁他们，哎，你看我们大皇帝，哎，跟给这个沙皇啊也表示敬意，就希望你们不要和噶尔丹这个叛贼跟他一块联手行动。俄国使臣方面呢，当然也是对这个清方虚以委蛇，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心里啊非常想和噶尔丹联手。当年的5月28号呢，噶尔丹就南渡克鲁伦河，6月6号，准噶尔代军呢已经东渡乌尔顺河，乌尔顺河就是今天的乌尔逊河，深入到了呼伦贝尔地区。这个时候呢，原先驻牧在那个呼伦贝尔地区的四子部落，就是蒙古的这个四子部落，什么茂明安啊、乌拉特、啊、阿鲁克尔沁啊，哎，这几个蒙古部落呢，早就跑了，因为听说这个准噶尔部落一来了，他们特别害怕噶尔丹啊，一下就往南跑了，因此就使得这个地区啊处于空虚状态。清朝军队呢，在当地人数又少，设防不力，就使得噶尔丹的一个军队长驱直入。接下来准噶尔代军呢就沿着这个喀尔喀河就东南方向就一直推进，到达了大兴安岭西路之后呢，转向西南，又到达了索伊尔济河，一路上就持续追杀啊往南跑这个喀尔喀部落。6月14号，噶尔丹的先遣部队呢已经来到了乌会河这个河东岸的乌兰地。到了乌兰这个地区，哎，这帮人就大肆劫掠乌珠穆沁的人马，四处追寻车臣汗和土谢图汗啊，他手下那些人。几个月来，虽然说清廷一直在遣将派兵啊迎击噶尔丹，但当时呢，除了尚书阿拉尼率领那八旗军接近乌尔会河这之外呢，其余的清朝的军马都没有达到啊这个布防地，就等于来的都很晚。得知噶尔丹大军已经进入到乌尔会河，康熙帝呢忙命令他手下那些王爷啊率领兵马出战。这个时候呢，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御驾亲征。但当时呢，清朝大军从北京出发日期呢是定在7月初4号，这个时间呢已经是噶尔丹进入到乌尔会河的第20天了。而清朝大军从北京啊全部的到达乌尔会河那个地区呢还需要20天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清朝这阿拉尼率领的部队和这个噶尔丹如果交战失利的话呢，清朝的大军呢，因为他跟不上啊，就很难及时对这一部清军呢施以援手。康熙帝呢也是仔细研究战报，他当时啊也嫌清朝这个大军啊出发时间过晚，马上啊这个下诏强调大军呢应该即刻的加速行军。而清朝军队当中呢，当时缺少火器又缺少马匹，因此加速行军呢就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筹措。因此呢，即使清廷啊，就是清朝皇帝再这个催，哎，再抓紧时间安排啊，他们清朝大军的发兵日期啊，也就比原来提前了3天左右。而一直啊沿路进击、寻找战机的清朝尚书阿拉尼，他率领的清朝军队呢，他所率的军队到达乌尔会河的时候呢，人家噶尔丹已经到那儿已经到了8天了。这就造成一个什么局面呢？原本你想，噶尔丹大军是远征而来的，他是没有足够时间养精蓄锐的。现在呢，这噶尔丹大军反而是以逸待劳了。为什么？人家已经先到了，而且先到了8天。由此可见啊，正是由于清军的指挥不力吧，协调不力，再加上行动缓慢，最终呢就使得擅长运动战的准噶尔大军呢准备得更加充分，由此他们在日后的战斗当中呢就尽显优势。这个时候的康熙帝还没有意识到阿拉尼他所率领的清军啊面临的危险，他当时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担心噶尔丹得知这个清军北进消息之后呢，他害怕他逃跑。为了牵制噶尔丹，防止他马上狂逃，康熙帝还派出了礼藩院的这个员外郎，就阿尔庇特护，啊，这个人啊，包括一个叫达赖的，但这个达赖不是达赖喇嘛，就这两个官员吧，礼藩院的官员，前往噶尔丹的行营。
就这两人快马加鞭吧，率领从人就到达这噶尔丹的行营。当时呢，他们以清廷使者的名义，就说服噶尔丹在当地逗留，就对噶尔丹说：“我们大皇帝啊，现在派出特使要和你谈判，要赏赐你好多东西。”真实目的呢，就想迷惑和迟滞噶尔丹的行进的速度，就让噶尔丹在原地也不动。这两个使者出发前呢，康熙皇帝还指示，如果噶尔丹收到我的敕谕，他退兵了，最好告诉他不要退兵，你就在原地等待赏赐，就说大皇帝有大批的金银财宝，要赏赐给你。如果噶尔丹继续行军，不听使者的这个劝告，马上命令呢清朝的各部军马呢对他迅速出击。如果噶尔丹大军还被我们大清军队打败了，各路军马务必穷追不舍。康熙帝呢想的挺好，但日后的战况发展符合他的这种预期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讲。吴敬梓不喜欢八股文。说起吴敬梓呢，我们大伙儿最熟悉的肯定是他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这本《儒林外史》呢，是我们中国四大讽刺小说之一。大伙儿上初中的时候，肯定你们读过一篇《范进中举》，这就是吴敬梓写的。吴敬梓呢，小说写得这么好，在清朝的时候有用吗？根本没用。清朝呢，没有文学网站，他根本当不了这个网红作家，挣大钱。在当时，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文人，你想这个有出息，你必须得做官。做官的基础呢，就是写八股文，就是得科举。八股文并不是清朝发明的，是从明朝成化年间就开始考试规定的，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清朝入关之后呢，就继续沿用这种制度。八股文的写作要求非常严苛。为什么名为八股呢？就是这个文章啊，一共分为八个部分，从破题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素骨，文章呢必须由八个部分组成。八股文呢不仅内容繁复，字数有严格的要求，所选的题材也是非常狭隘，必须啊要从这个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当中选取材料。而当时吴敬梓他们家呢也算是富家，他那个祖上呢当官的也不少，但吴敬梓这个人也奇了怪了，他就是痛恨八股文，拒绝考试。既然拒绝考试呢，肯定也当不成官。特别好玩的是什么呢？他当时呢还用八股绳子编了个图案挂在墙上，那绳子上呢还涂有这个蜜糖，招来了好多什么臭虫啊、什么蚊子啊、什么粘在上面。吴先生吴敬梓玩这种行为艺术，有一天呢他有个朋友就来拜访他，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吴敬梓就笑着回答：八股绳上有臭蚊，也就是八股臭蚊。上一集说到，康熙皇帝呢在乌尔会合一带派出大军，准备呢一举消灭噶尔丹的主力，同时呢他还派出使臣到达那噶尔丹的这个大帐吧，和这个噶尔丹开始交涉，就说呢皇帝要赏你好多东西，欺骗对方呢等于是不想让噶尔丹马上逃走，最主要的目的就想拖住噶尔丹，想这个一举把他的手下的人马全歼。但清朝方面呢，上述这看似周密的安排实际上也是一厢情愿，为时已晚。清朝的上书阿拉尼根据先前皇帝命令他的调所备之兵以防之仗的指示，他已经指挥大军呢对噶尔丹发动进攻了。致使呢当时康熙帝就想集中全部兵力一举歼灭噶尔丹军队，这种计划完全落空。阿拉尼就清朝这个统帅吧，得知准噶尔的军队已经到达了乌尔会合，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率领大军前去。6月21日黎明时分，
清军就到达了乌尔会河了。远远望见准噶尔军队的营地之后呢，阿拉尼还真是没有怠慢，马上挥军对噶尔丹发起进攻。对此呢，我们看清方官方史料啊，他当时有这个阿拉尼战报嘛，就非常简略地记述了乌尔会河会战的这个始末。这份简报怎么说呢？上书阿拉尼等奏报与厄鲁特战于乌尔会河地方，这厄鲁特就是指准噶尔了。厄鲁特兵20,000余，掠乌珠穆琴男女牲畜辎重徐行，朔水上流游牧。阿拉尼真知分兵2队，称夜往袭。21日未爽，于乌尔会河地方集其营，令所选蒙古勇士200余攻之，令卡尔喀兵500驱其所掠，未及战，驻部落及卡尔喀兵争取其子女牲畜，震动不能止，遂退。厄鲁特分2翼阵而立，我军次队既进，厄鲁特发鸟枪，军退。前队兵及卡尔喀兵复进，卡尔喀为其鸟枪先却，驻部落兵力薄，亦退。厄鲁特增兵从山上绕出我左右，我军不能进，遂敛兵归。是亦也，厄鲁特多火器，而我火器兵未至，是以不得前进，乃驻军乌珠穆琴之厄尔哲一图，以示驻军。阿拉尼等据状已闻。根据清军这份战报，那么阿拉尼他率领这部清军呢，在乌尔会河和噶尔丹军队交战的其中的这个情节吧，其中的线索还是非常清晰的。但是这份战报当中对清军当时的伤亡数字啊只字未提。那么准噶尔在这次战争中得胜的报告呢，我们在俄文的史料中呢啊可以看到详细的那个记述。1691年3月，噶尔丹使者在伊尔库斯克和那个俄国的将军啊基斯良斯基他们双方的交谈当中呢，就提到了这次战役。天未晓，中国的两个统帅对博舍克图汗，也就是噶尔丹了，及其主帐发动军事进攻。据抓来的中国人供称，两位统帅共有军队20,000人，全部轻装，未带大炮，备有弓矛。博舍克图汗略微整顿了武器装备之后，便率兵与中国人作战。从黎明打到午后，博舍克图汗大杀中国军队，一个统帅当场毙命，另一个呢，在15个或20人掩护下逃窜。博舍克图汗的叔伯兄弟丹季拉跟踪追击，缴获大车500多辆以及全部辎重。除此以外呢，俄国使者基比列夫到达噶尔丹牙帐的第二天呢，他是跟随噶尔丹观战作证的。他当时眼见为实啊，他这个报告当中就写给俄国沙皇的报告里也写道，卡尔梅克博舍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这卡尔梅克是俄国人当时对准噶尔人的称呼。显然呢，根据清朝俄国当时这个档案记载，实际上双方记载还差不多。因此呢，这个阿拉尼战报当中啊所描述的战斗过程啊还是基本属实的。综合各方面的史料，就可以见出当时准噶尔军呢是选择高地扎营。首先呢，他就占领了这个地域的优势，地势的优势。交战之前，噶尔丹呢还从清军的俘虏口中得知清军共有20,000人，而且这些人呢全部都是轻装，就使得噶尔丹这个时候知己知彼了。他就对自己的准噶尔大军的实力呢就更加有把握了，特别是得知清军根本就没有火器。当时噶尔丹的军队啊和清军的人数啊差不多，都是2万对2万吧。但准噶尔军队当时居高临下，以逸待劳，而且他有强大的火力，因此胜利的天平在一开始呢实际上就向这个准噶尔军队的方向倾斜了。清军方面呢，作为统帅这阿拉尼呢，对于敌我力量他根本就没有清醒的认识。你看他刚开始就派出少量的蒙古部族军队先行来进攻这准噶尔军。这些蒙古兵呢在战斗过程中争相任取先前被准噶尔军队抢掠的亲属，还有他们那些牲畜，就使得清军呢在第一次进攻就因为自己的阵前大乱而没有得逞。由此一来，就给准噶尔大军呢预留了充足的备战时间。在噶尔丹亲自指挥之下呢，
准噶尔军呢就分为两翼，形成了一种弓形阵，等待着清军入内。这种弓形阵呢，有时候也称为扇形阵，是蒙古人几个世纪以来广泛采用的一个作战这个阵型吧。这种作战方式，这种阵型的基本程序是什么呢？蒙古军首先选择有利地形，一般是高地了，就形成一个扇形阵地，而后张开口袋诱敌深入。等到敌人进入这个口袋阵之后呢，蒙古骑兵就忽然三面来进行还击。这种弓形阵呢，也不是简单的弓形阵啊，经常还辅以其他的战术战法，就使得这种弓形阵呢，真正交战起来就更加灵活，就更能有效地歼灭敌军的主力。乌尔会合会战，噶尔丹所摆这个弓形阵实际上更具灵活性和隐秘性。阿拉尼那不派出700多这个蒙古兵第一次发动攻击吗？噶尔丹啊，当时并没有下令还击和追击，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避免暴露他自己的阵地和兵力，就使得当时清军的统帅阿拉尼啊，就认为啊，你看这噶尔丹的军队啊，这个势力单薄，就做出这样的错误判断。果然，在第一批700多蒙古兵出击之后呢，阿拉尼所派出的第二梯队进攻就开始了。明知清军啊，当时地势不利，你想他属于仰攻啊，又没有强大的这个火力作为一个这个后援，阿拉尼还是执意进攻。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判断准噶尔军队的人数不多，而且呢，他认为自己所率的清军呢都是轻装，啊，即使是忽然受挫，跑的时候也能跑，也能迅速撤退。清军在第二次进攻当中，准噶尔军虽然显得好像兵力比较单薄，但是人家依托这个弓形阵，包括他的火力优势，啊，竟然就把清军的进攻给打退了。在这次交锋过程当中呢，清军等于就失败了。即便如此，毕竟他们都是轻装上阵，所以说主力也并没有受到特别重大的损失。前队兵马呢依然能够保持着这个足够的战斗力。接下来呢，阿拉尼还挺能打啊，挺能战，他又指挥清军发起了第三次进攻。这一次准噶尔军依旧是利用这个弓形阵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们就开始三面发动进攻了，而且忽然就使用了大量的鸟枪，这些火力呢对清军展开了真正的这个攻打。几排火枪发射之后，就使得这一次第三次清军的攻军啊严重的遭受到伤亡，而且呢忽然遇到对方强大这种热兵器的这种攻击，清军的心理就开始崩溃了。本来第一次进攻第二次进攻清军在心理上还是占据优势的，当当当当就排枪，这个枪毙啊，这个战事一打开，啊，清军士兵啊心里就不行了，马上愤愤溃退。恰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噶尔丹呢先前埋伏的这准噶尔军队呢，他们就从原先的阵地当中绕出来，就忽然出现在败逃清军的这个左右侧，对清军呢迅速形成夹攻的状态。如此一来，清军大骇，就遭到呢致命的打击。史料上记载说，准噶尔军队从黎明打到午后，就可以想见呢，当时处于被包围和被夹击状态当中的清军人员伤亡呢，这程度肯定小不了。像这么长时间的夹击，在这过程中呢，肯定打死打伤了不少清军。当然了，你说俄国那是使节基比勒夫，他在给沙俄这个沙皇的报告中啊，称这个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这个也是夸大其词。但基比列夫啊，他当时毕竟是战争的目击者，确实就看到当时的清军就遭到这噶尔丹军队的围歼啊，确实是伤亡惨重啊，这个是真的。那么看清朝的文件呢，清朝档案就可以发现，阿拉尼呢呈报给康熙皇帝的军报当中，就把清军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什么呢？归咎于准噶尔部多火器，就说啊，我们清军的火器兵没有及时赶到，所以才导致最终失败。实际上当时清军大败没有火器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在指挥艺术和战略战术方面啊，诸多的方面呢，清军统帅阿拉尼显然啊比这个噶尔丹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统帅。因此呢，清军在乌尔会合这场惨败就在阿拉尼刚刚抵达乌尔会合的那个时刻开始已经注定了，他根本就打不过噶尔丹。当然了，清朝这次在乌尔会合这个惨败吧，康熙帝作为最高统帅肯定他也是有责任的，
我们看清朝文件呢，都说是在阿拉尼自己贸然和这个噶尔丹接战。实际上呢，康熙帝事先应该已经有密旨，就指示阿拉尼即刻攻击准噶尔部队。为了掩饰康熙帝他本人的指挥不力呢，清廷呢在这个战后马上啊就对这个阿拉尼啊加以降级处理。就阿拉尼呢，当时本来是理藩院尚书，这场大败之后就马上把他降级了。而噶尔丹当时就铁定了心，啊，王不吃秤砣，铁了心了，他就是要占据喀尔喀蒙古，啊，原先的大部分地区呢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准噶尔内部的内讧所导致的。他那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发动政变了，等于把准噶尔原先那个基本领地都给控制了，噶尔丹就失去了能够回旋的大后方，他就没了。他的老窝科布多地区呢，你想资源有限。就这个时候就根本无法满足啊他这么多人这么多远征军的这种需求，所以他想复兴蒙古帝国啊这样的梦想啊眼看着就要落空了。甚至在他的行军过程当中，他手下的几万人马的给养都成为问题了，人又多，进军速度又快，就噶尔丹他手下那些几万人马啊在这个行军过程中呢甚至以人肉为食。所以饥渴难当的准噶尔大军在一路之上饿得眼睛一直都发蓝，所以呢他们才能够势如破竹，把喀尔喀这个额尔德尼台吉，包括什么昆都伦博舍克图，包括什么济农阿难达赖啊，这些这个喀尔喀部族的那些蒙古族首领啊，他们的人马呢啊就是一直追他们，最主要就是抢掠他们的辎重，抢掠他们的马匹。得胜之后呢，这个噶尔丹的个大军呢更是在乌珠穆沁旗这一带呢大肆劫掠。究其原因，噶尔丹他这次远征看似好像他野心挺大，是为了的这个扩地拓土，实际上也属于那种狗急跳墙，被逼得没办法了，就是因为他原先的老窝大本营现在已经被他侄子给占了。乌尔会合大战清军确实是遭受惨败，那么喀尔喀蒙古那些部落呢更加人心惶惶，纷纷逃散，而这些蒙古的败兵败将啊，途中呢又到处劫掠，使得清朝北部边境啊一片大乱。此次大败之后呢，清廷上下啊，包括军队那些统帅，也呢开始生出对噶尔丹军队这种深深的恐惧之心，促使康熙帝就重新考虑对这个准噶尔军队的战略和战术，而且呢开始采取了更为谨慎的这样的策略。康熙帝就指示各路军马，严禁他们各自为战。接下来呢，清军和这个准噶尔呢开始这个乌兰布通之战。在这次大战之前，清朝那些大军啊，他那统帅福全嘛，这个时候就非常谨慎了，就等到各路清军集合之后，他才敢下令向噶尔丹军队啊发起进攻。福祸相倚，对这个噶尔丹来讲呢，乌尔会合大战那个获胜，就使得他信心大增，等于他开始盲目骄傲自大起来，就日益对清朝的兵力呢就产生轻视之心，就觉得清军也就这么回事儿。由此呢，他就继续率领手下大军啊侵扰漠南蒙古地区啊，进逼乌兰布通。乌兰布通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啊才700里，噶尔丹大军来临这个消息一传出，当时给北京的京城啊造成极大的恐慌。我们看这个刘献廷啊，著有《广阳杂记》啊这样的笔记，在《广阳杂记》当中就记载，一听说这个噶尔丹大军已经逼近了，当时是什么呢？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8名，基于清国矣。城内万点械禁闭，米价至3两余。就当时清朝在北京啊，一片紧张，那些官府衙门啊都已经关门了，而且那个米价一下也飞涨。也正是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康熙皇帝呢更是迫不得已，又硬着头皮开始了他御驾亲征。至于下面这个乌兰布通这个战役是怎么打的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乾隆皇帝喜欢玻璃窗，我们要知道从清朝的雍正皇帝开始，广州那个地方的对外贸易就非常繁荣，每年夏秋之际呢，大概有这个近20多条西洋贸易大船呢就会进入港口，分别来自英国啊、法国、荷兰、奥地利啊、瑞典啊等等吧。这些大船为什么来呢？就是前来购买中国的茶叶、瓷器还有丝绸。而到来这些洋船之上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白银，一般呢都会有3到5吨重的西班牙银币。
当然了，还有一些西洋货，比如说尼龙啊、钟表啊。其中呢，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物产，什么呢？那就是玻璃窗。乾隆皇帝继位之后呢，他对玻璃窗啊特别钟爱，甚至呢，乾隆皇帝还专门写御制诗，书事四位，其中有一首啊，专门咏的就是玻璃窗：“灵寂玻璃嵌，寒光内外清，寒标碧颜素，暖絮铸晶莹。”当然了，乾隆皇帝写这首诗的时候啊，他还没有当皇帝，后来呢，也被他选入了这个御制诗集当中。由此可见，从雍正时期开始呢，这个紫禁城内呢已经开始就有这个玻璃窗了，而当时的玻璃窗啊价值是相当昂贵，即使在皇宫内使用，也只是在这个窗户中心啊这个窗格上安上玻璃，其余四周呢还是糊那个窗户纸。一直到乾隆中晚期，由于乾隆的喜爱和推广，再加上当时这个清朝越来越富，西洋来的船越来越多，紫禁城这个宫内呢才出现了全部使用玻璃的窗户。而按当时的房价计算，你安两扇玻璃窗的钱，对于这个北京城内那些富户来讲，都能买一座四合院。上一集讲到，在乌尔会合战役当中呢，清军呢由于准备不足，结果就被噶尔丹的军队打得大败。当然了，事后呢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清军呢虽然是在乌尔会合战役当中惨败，但清朝毕竟不是强大的国力和兵力，这些绝对是准噶尔不足啊远远不及的。康熙皇帝呢也是及时调整战略，他就清醒地认识到清军呢还是准备不足，于是呢他在朝廷内外就及时扭转了这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就跟大臣们说，这一仗虽然打败了，但是不要灰心丧气。于是呢上上下下吧，清朝方面就认真做足各方面的准备，又非常迅速地重新组织起大军，准备迎击追剿噶尔丹。反观噶尔丹呢，在乌尔会合啊，他这种取得的暂时性的胜利，实际上最终呢就成为他败亡的导火索了。噶尔丹这个时候得意忘形啊，他就不顾双方这种实力的悬殊，他野心就一时之间呢膨胀至极，继续率领军队向南进犯，终于呢就在乌兰布通和清军主力开始遭遇了。乌兰布通啊，有时候也被翻译为乌兰布统。乌兰是蒙语红色的意思，布通呢就是指倒置的酒坛子，所以这个乌兰布通啊，如果翻译过来，从蒙语翻译过来呢，也就是红色坛子的意思。乌兰布通呢位于今天的克什克腾旗以西，这个地方呢北面靠山，南面有那高梁河，这高梁河是希拉木伦河的上游的支流，地势还挺险要的。梅老师，我呢从前是号称是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开车从北京啊好多次都去内蒙，都经过这个地方，亲眼看到过这个红褐色的乌兰布通这个山峰啊，它在大草原上静静伫立着。我当时呢开车从这个京城镇呢去这个乌兰布通的古战场那华木沟，一路上那个地貌啊和这个新疆伊犁的那个果子沟特别相似，满目青山翠绿，草原起伏，天空又湛蓝湛蓝的，到处都是各色野花，深红浅紫，开车在这个一路上绝对是让人心旷神怡。从乌兰布通古战场呢一直开车往南，就可以抵达张家口坝上草原那木兰围场。从元代开始，这一带呢就水草丰茂，所以元清两代这一片地方都是这个皇家的避暑和狩猎的圣地。
近些年来我们中国的好多影视作品，什么《三国演义》啊，《射雕英雄传》啊，《康熙帝国》等等等等吧，摄制组都是在这一大片地区拍摄的，就使得原本沉寂多年的乌兰布通忽然之间又名声大噪。实际上呢，早在康熙时代，康熙帝也就和这噶尔丹在这个地方呢指挥各自军队展开大战。那时候大草原上上演的绝对是真刀真枪的拼杀。当时呢，清廷调集蒙古那些旗，他们的驻攻部队啊大概20000人，在一时之间呢，这个蒙古这些各部呢他行动比较迟缓，所以没有及时到达。康熙皇帝呢这个时候就情急至生，就命令手下那亲王福全先对这个噶尔丹啊先和他展开谈判，然后又是以赐物赏银为诱饵，就引诱噶尔丹放松当时这种快速行军的这种进攻的态势，以此呢想等这个科尔沁那些驻部蒙古骑兵啊赶来助战。福全得计之后呢，执行力还挺强，先礼后兵啊，他就和这个噶尔丹的互派使节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以此呢来拖延双方啊最终决战的时间。7月20号这天呢，豫亲王福全就指挥自己的清军主力啊就抵达了克什克腾旗的这个图尔耿易扎尔啊，这地方就是现在叫围场了，就木兰围场。这里呢地势平阔，清军呢就宿营在这个地方，整个营区呢你想人多嘛，长达60里，宽20里，驻军呢有5-6万之多。同时呢，为了稳住噶尔丹，福全呢就派遣使者就进入到噶尔丹的营帐，对对方表示：汝拦入我边训，上书阿拉尼等不得不迎战，汝尚与天朝修共通好，此来追卡尔喀尔，今卡尔喀劫夺我外疆，四行悖乱，亦与我朝相失，圣上特遣和硕豫亲王及皇长子来与汝申明礼法，自此以往永定盟好。也就是说呢，当时清朝使者对噶尔丹特客气，就说我们先前啊清军的将领那统帅阿拉尼和你们这个开仗在乌尔会合打，也是由于呢你们就指噶尔丹这些人呢是不小心呢误入我大清的边界防区，我们清军不得不迎战啊，而且你一向呢这个和我们大清朝向我们进贡向我们和好，这次进军我们认为你原本目的就是为了追击那卡尔喀蒙古人，而卡尔喀蒙古人呢那些散兵游勇确实是到处劫掠，我们大清啊正想把他们全部消灭，所以大清皇帝就派遣豫亲王福全包括皇长子啊来到这里，就是来和你申明礼法，从此之后嘛我们双方互定盟好啊一直到永远。清朝派出这么大军前来，你想多少万人，现在呢又派使者说是和这个噶尔丹为结盟而来，噶尔丹肯定不信的。清朝使臣呢就接着解释：难道你没听说吗？我们这个大清出兵啊，那个俄罗斯，后来双方也是礼尚往来，最终是通过谈判解决了问题。双方呢，结果也都是不战而和，不战而归。任凭你清朝使者口舌如簧，任凭你怎么说，噶尔丹肯定内心是不信的。他早就看出来清廷啊，绝对是假谈真打，他呢也将计就计，就对这个清朝使者啊也抱着冤枉抱着屈，就表示卡尔喀蒙古乃吾世仇，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追杀这些人才误入了大清的这个边境，我们准噶尔呢一向拜服中华皇帝，绝对不敢妄行。双方谈了半天，噶尔丹坚持己见，就是要向清朝索要卡尔喀蒙古这个那个头领，就那两个人，就这个土谢图汗和那个哲布尊丹巴。得知消息之后呢，躺在病榻上养病的那个康熙帝更气，心想这噶尔丹确实是蹬鼻子上脸，面对我们这么多的大清军队还是想讨价还价，于是呢他马上下密旨给那福全，暂时啊和这噶尔丹虚与委蛇，静待圣经乌拉科尔沁等步兵马，为了稳住对方呢，你可以派人送这个噶尔丹牛羊犒赏他的军队，老骑锐气，遗骑士卒。得旨之后呢，福全马上派领这个手下人给噶尔丹呢这个他的军队送去100只羊、20头肥牛，以此呢来表示友好。同时他写信给这噶尔丹，就希望呢约定这个地点
双方呢重新进行面对面的和谈，你噶尔丹来我福全去，咱们就能彻底解决卡尔喀蒙古问题。噶尔丹是什么人啊？大贼之人，他对清朝送来的牛羊照单全收，但是呢对福全所说的这个和谈之事呢却支支吾吾，依旧是有条不紊慢慢推进。就一时之间呢就使得福全包括所有清朝那些随行的大臣都不知所措啊！一看那个噶尔丹这还人家有条不紊慢慢推进，这怎么办呢？福全没办法，派人快马加鞭禀报康熙皇帝。他在这次的上奏当中也是急了，就对皇帝表示，这噶尔丹呢狡诈多端，踪迹难定，我们清军呢这人太多，回旋困难，到底是打是和是退，希望皇帝陛下您呢早下定夺。康熙帝接报呢也急得当时火上房，不停派遣使臣传达旨意，而清朝的军队和噶尔丹那个大营之间呢使者也是往来频繁，互相致意传递消息，但当时双方都心知肚明，都知道对方是在拖延时间，以此呢来争取战争之前决战之前的主动，还有呢把这个部署呢各自布得更严。7月29号这天，噶尔丹的主力部队呢已经抵达到乌兰布通山，而且呢又在山上居高临下扎下营盘。乌兰布通呢这山间林木茂密，山势又特别险要，东西两侧呢又有大面积的沼泽区，所以这噶尔丹选择这个高地扎营绝对是心思缜密。这个高地呢易守难攻，加上两翼都是沼泽地，清军啊依仗他这种优势的骑兵来突击啊就不可能奏效的。8月1号这天，清军也没办法主动迎战，因此呢大批的清军就从这个图尔耿伊扎尔营地开拔了，然后就陆续抵达到乌兰布通山的山下，准备仰攻准噶尔大营。当天下午，清军呢首先就使用西洋传教士帮忙设计和铸造的什么5城5固大将军炮啊、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啊、等等吧，这些重火器都已经运到了，开始呢猛轰这个乌兰布通山上的噶尔丹的这个大营。这种大炮呢先前清军在平定吴三桂三番起事的过程当中呢啊多次奏效，但当时清军为什么能够取胜呢？都是居高临下往下轰，现在呢噶尔丹的大军是在上方，清军的大炮等于就是仰射了，准头就很差，因此呢就没有多少炮弹命中目标，当然了响声还挺大的，就给敌人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这个威慑吧。而对于准噶尔军队来讲，先前呢他们和俄国的交往啊特别密切，对这种热兵器啊完全不陌生，所以说呢清军的大炮轰隆隆，他们也没有感到特别的恐惧。当时噶尔丹的战术是以什么呢？是以驼城来防卫。什么叫驼城啊？他们就是把原本用来运输辎重那个骆驼按卧在地上，然后呢在这个骆驼背上堆上木箱，再用水呢把那个毛毡啊沾湿了蒙在上面，而这个准噶尔的士兵呢随后就可以躲在这个骆驼这个木箱之间的往外射击啊射箭啊，包括可以从那个这个骆驼后面对外投掷长矛。准噶尔的这种驼城呢一直还挺好使的啊，特别是先前他们和这个卡尔喀蒙古打仗的时候，这噶尔丹呢就是利用这种战法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且是连战连胜。但如今面对清朝大军，噶尔丹呢还是这个心理准备不足。先前他在这个乌尔会合打败阿拉尼率领的清军，就是因为那支清军呢是远道而来，急行军而来，轻装上阵，携带的火炮什么那些辎重并不多。那次战役之后呢，噶尔丹就产生一种错觉，就觉得呢他自己的部队啊从俄国得来那些鸟枪那些火器要比清军数量多，而且要先进的多。在乌兰布通这次战役当中呢，清军刚开始进攻啊，虽然说大炮声声吧，由于那准头不够啊，确实也没给这准噶尔军队造成多大的伤亡，就使得当时噶尔丹呢更是胸有成竹，于是呢他就指挥大军在抵抗的同时呢准备伺机反攻反守为攻，把这个清军主力啊再全部消灭掉，重演上次呢那个乌尔会合的那个胜利。但是接下来轰轰炮声响，清军大炮的数目太多了啊，除了这个
这些西洋传教士帮助建造这些大炮以外，清军还有铁心火炮五门、子母炮三门，他们操纵火炮和火器的这些八旗火器营的军人人数就有1000多人，而汉军火器营呢还有400多人。由此可见，当时清军的火力非常强，除了大炮小炮以外，那清军的鸟枪也很多。于是呢，不顾准噶尔军队居高临下的一种枪林弹雨，清朝的火器兵呢就不时调整角度和方位，大炮的炮弹呢也是越打越近，越打越准。准噶尔军队当中呢，事先呢还忘了把那个骆驼的那个耳朵给堵住，很快呢，因为清军大炮越打越近呢，声音巨大，就它大炮弹轰隆又爆炸，导致那个碎片到处乱蹦，那些骆驼忽然受惊了，纷纷挣扎地站立起来了，四处逃散。由此一来呢，准噶尔军队这个驼城它就不成为城了，躲在后面的准噶尔士兵呢就顿时暴露在外。远远望见准噶尔军队驼城垮塌，清军这指挥官大喜，猛摇令旗，拼命击鼓，就指挥清军开始进攻。于是呢，大批清军首先是以汉人为主这个露营军了，呐喊着就开始这个往上的冲杀，仰攻准噶尔军队。准噶尔军队当时这个驼城虽然就是不成城了，当不成掩体了，毕竟这些人居高临下，于是他们拼死抵抗，不停往下射箭，而且呢，他们有不少俄式那个滑膛枪，砰砰直响，就猛烈的阻击来攻的清军。不大会儿功夫，清军呢在半坡之上就死伤枕藉，好不容易有一些清军杀到了驼城边上。短兵相接过程当中呢，你想清军往上杀往上冲啊，体力已经不支了。准噶尔军队呢以逸待劳，身体体格非常强悍，由此呢又把这不少清军的杀在当地。第一次首次进攻啊没有取胜，清军当时丢下上千具尸体，就狼狈的逃下了乌兰布通山。在这次战役当中呢，康熙皇的一个舅舅，也就是佟国刚的弟弟佟国维，也死在这场战斗当中。佟国维呢，这康熙这个舅舅表现得非常勇猛，他当时指挥左翼军，就在清军炮火掩护之下，绕过沼泽地，得从侧面横击噶尔丹，还真杀了不少的准噶尔军人。可惜随后那个清军这个溃兵了嘛，往下撤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撤啊，他也没办法，就被准噶尔军队的那些军人啊，用滑膛枪猛打。当时啊，这位国舅几乎被打成了蜂窝，因此他就战死在沙场。佟国维啊，国舅爷啊，当时他的职衔是领侍卫内大臣，所以他的死对当时清军的士气打击也挺大的。看到清军守攻不胜，还死了这么多人，身临前线指挥作战的豫亲王福全，作为统帅也挺沮丧的。既然现在国舅爷也战死了，而一直呢以能征善战出名的这陕西的露营汉军也这个大败而退，那么剩下的八旗兵马包括那蒙古兵肯定就更不行了。眼看当时天色已晚，福全没办法，只得呢暂时宣布休兵。那么接下来这双方的战事如何发展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康熙帝亲自指挥救火，康熙23年3月初10，也就是1684年那年，北京正阳门外那军民区发生了一场大火灾。这个地方离皇宫特别近，所以就惊动了这个康熙皇帝。他当时就几次派人前往查看，结果那些太监们回来就报告，就说京城的那个相关部门没有一个人前去救火。康熙皇帝当时很着急马上派他内大臣还有他身边那些侍卫，派出好多人前去扑救。当时那大火呢着还挺猛，一下子还都灭不了。康熙皇帝就更着急，他就登上正阳门的城楼，亲自指挥内大臣还有那些侍卫们，告诉他们如何救火，扑哪儿。经过大伙儿紧张的一顿忙活吧，最终呢就把这个火给扑灭了。第二天，康熙皇帝就针对在救火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吧，特意呢还向大学士发布了一道上谕，在上谕之中。昨天他指挥这个救火的经过，包括清朝各级那些主管部门玩忽失守这些的这种疏忽的态度啊，仔仔细细描述了一遍。上谕之中还点名斥责了一些官员，
从康熙皇帝亲自指挥救火这件事儿呢，就可以见出，在康熙时代呢，清朝的官僚制度已经非常腐朽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呢也是非常低下。而康熙皇帝这个人呢，就从这件事儿，他还举一反三，因此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和警告那些大臣们，要以此引以为戒，就是想告诫那些大臣和各级的那些管理的官员吧，让他们呢对工作啊不要瞎对付，